但是我怎么办？坏心人。你可以借用某种形式生物。化石的话，我从这方找出来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它龟壳为什么会裂掉？它这样游怎么会受伤呢？它的龟壳被抢走了。你的龟壳是很硬的，我不怕你的龟壳裂成这样。宝宝，你是为了避光吗？不然呢？啊，你避光，你可以到没有阳光的地方。你是要把乌龟搬过去哦？现在在就停车场了。车。后面那只鱼是他的。